你们有因为声音谈过恋爱吗？好，我有。真的吗？我以前第一任就是讲电话讲到在一起，看都没看过对方。好浪漫啊！想怎样？跟自己想象不一样，但是你已经非常着迷他的声音，因为他的声音陪伴了我大概一年多。哇！我们在见面，那时候很小，那时候国中的时候。哦。纯纯的爱，好可爱。对，很纯很纯，但反正最后他还是有另外一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所以听声音，maybe 还是要深思熟虑一下。好，接下来第四号。Justin Bieber。很有反应，很有反应。喜欢他声音哦，声音真的很好听，很多人猛点头哦。所以你们有，你们有因为声音谈过恋爱吗？好，我有。真的吗？我以前第一任就是讲电话讲到在一起，看都没看过对方。好浪漫啊！想怎样？跟自己想象不一样，但是你已经非常着迷他的声音，因为他的声音陪伴了我大概一年多。哇！我们在见面，那时候很小，那时候国中的时候。哦，纯纯的爱，对，很纯很纯，但反正最后他还是有另外一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所以听声音，maybe 还是要深思熟虑一下。对了，但因为我们现在也只能听。但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，对，带来很多阳光的感觉。对啊，美拜美拜。一环的那种，结果我们也在选择。我们很喜欢。我们是以经纪人角度。对，我们是。我觉得会有抢人的状况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会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知道顺序，我让你们问。其中的他们兴趣好了，或是你们想知道什么？那其实我想问星座，哎，第四位，好，有对星座是天蝎座，天蝎座的，天蝎，我全部天蝎，对，我们三个都是，哎，太可怕了，我什么？你天蝎，我叫车，你天蝎座吗？我天蝎座啊，天蝎座，天蝎座。天蝎很专情哎，就我很多朋友是天蝎的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Sorry， 有人在记了，对，已经在记了，才不会嘞。